不是走了。龙尾可以拿奖牌，再拿下一下，这样都可以讲。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非常关注我们跆拳道的比赛的赛事，然后也很高兴能为中华队然后拿下一面奖牌，然后谢谢大家。对，因为每次回国都会非常想要喝一杯手摇杯，然后加珍珠，这是我应该必喝的饮料。当下心情其实，上场前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已经没有就是太大的得失心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奥运的最后一场比赛，这次奥运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我就放开放松的去摔，然后把自己想展现的柔道好好的展现出来。那最后是以输为就是最后是没有拿下金牌嘛，那我确实会有一点就是难过，因为目标是金牌，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就是因为有一些些遗憾，所以才会让我更想要下一次的金牌。对，我觉得当然高藤选手他在整个经验上面来说是非常的足够的，而且他是非常实力坚强，而且他在日本也是非常有名的，也是我一个小时候看到大的一个对手，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我尊敬跟学习的一个对手。那对于判决的部分，我觉得裁判的判决不是我能所控制的，那我能控制的只有我眼前的每一个时机每一个时刻，然后在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那我就是能做我所控制的事情，然后裁判的判决不是我能所控制的。对，好好的展现自己比较重要。